surprise。 好，那香婷就略过了，是不是？香婷啊，是这样。好，那我觉得我在想，我们这团最有趣的应该是陈义仲吧。陈义仲，陈义仲，哎，好啊好啊，他要跟邱廷玉一起。哎，邱廷玉没有人气哦。对，有位，好，来，廷玉跟我们的义仲来。好怀念的声音，因为我高中的时候也是吹吐吧。好，再来是我们的荣顺，有准备吗？哦，荣顺跟我们的长浩、陈俊霖一起。硕哥哦，好来。哦，罗荣硕啊。谢谢我们的硕哥，来，再来我们的小浩，是我们的洪秀明跟我们的简韶君。哇哦，掌声鼓励。据我所知，其实小号不好吹。对，小号也是我本身在指导的乐器。好，再来是我们的法国号陈威燕。你看你平常多爱闹人，我今天也决定闹你闹到底了。来，吹一首吧。这是另一个人气王来者。对。怎么吹？哦，他叫大家虚，他虚大家。我觉得你这话懂吗？喂，好了，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厉害吗？没有，太意外了，因为我刚刚以为他要说。喂，莫诶，大家来做伙。哎、欸，你让我吓到，要不要再一次啦？哦，好了，就这样。再你刚刚人气这么大声呢、欸，全场哎、欸。然、啊、后我再次欢迎陈威燕。你看，没有。好，我觉得跟学生还是不要这样子。撸来撸去，因为一定会撸输，因为他们太无厘头了。好好好，所以接下来该怎么表演？哪首歌曲？哦，这一首是很就是很有名的，那个 Just the way you are。 哦， Bruno Mars， 火星人的人。好，掌声鼓励。
掌声鼓励。这一首呢，我们也是就是从这学期因为疫情的关系嘛，然后就比较晚开学，然后开学练到现在这样。那因为他们是国一、国二、国三的不同的年级，然后组成一个社团，所以在一起的时间就会比较少。所以呢，我觉得他们应该会很珍惜他们每次团练的时间。对啊，因为有时候也不能带乐器回家练，因为带乐器回家练的时候，爸爸妈妈说又要读书什么之类，然后吵到邻居什么等等，对，所以就会他们很喜欢在合奏课教室，因为现在合奏课教室又有冷气。然后就喜欢去那边听音乐，好幸福哦！对，但只有礼拜四啦，其他时间就不用想了。对，好。然后我们下一首歌曲是共和世代乐团的歌曲，那这一首我觉得也是之前蛮流行过一阵子的一个曲子，这样。那希望大家会喜欢，然后也不要吝啬你们的掌声，谢谢。掌声鼓励。再次给我们心中的管乐团以及我们的美丽的老师掌声鼓励加尖叫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带来我们今晚的最后一首歌曲，那这首歌曲是红发艾德的，有谁知道？我啊，是哪一首？ Shape of You。 好，那如果呢我们表现得很好的话呢，我们准备 encore 曲哦。 encore 曲真的是一个 surprise， 不再是只有一段音阶的。真的吗？对对，会真的是不错的，所以要鼓励大家喊一下 encore。 OK， 那知道了，待会要 encore， 等一下你就先喊好。
好，我刚刚忘记介绍一个我们也很重要的人物，就是我们的打击，打击的部分。是。我们因为其他人应该都不想要出现，对不对？但是因为我是想要介绍一下我们的颜廷佑，这两个。颜廷佑也是我们台东县音乐比赛的冠军哦。那要不要秀一段？你应该想要秀一段吧？你在练团式的时候都一直猛弹。怎么是秀的？为什么大家都要看？掌声一下！哇，大家都没有准备的哈，因为打击他们想说，也不知道要秀什么。可是你们之后是不是可以？啊，哪一个？就是鼓啊！哎，韵如来，应观众要求，应团员。我开始尖叫啊！就想掌声鼓励一下我们的玉女，今天大家都好含蓄哦。对啊，好。不断的 uncle， 对，再给我们尖叫声一下，我们就，好 ，OK， 哇，那边的真的是很嗨，我们再一次好不好？一二三，我差点要跌倒了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带什么厉害的 uncle 曲？大家听了就知道，最近太火。真的吗？最近很火红。差点跌倒哈！好，我帮你指挥交通一下，是不是？
我好期待哦。结束，那这一场也是我们的五月的最后一场，在台中。再来我们七月、九月都还会有展演，那六八十是在花莲，那因为我们这叫做出生之犊花东青少年音乐展演，也是给国高中生呢很多的舞台经验，跟增加他们训练团队的精神，是的，然后会给他们有很多以后制作上的能力啊，都会非常好。那再次谢谢各位观众陪我们到最后。然后谢谢大家，那我们出生之犊花东青少年音乐展演今天到此结束，谢谢你们，谢谢，也谢谢我们的 Melody 老师，还有我们心中的管乐团的优秀的同学们，谢谢你们。Reaching for the phone, cause I can't
Cutter!